喂，哎，你手机怎么走不在服务区啊？网上也找不到你。我在播音室呢，信号不好。信号不好，那你好不好啊？沈星辰，你把电话给我放下。哎，我刚吃一种牛肉干不错，我给你寄点过去吧。它有两个口味，一个辣的，一个远。这么近，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近。林远，谢谢今天的旅游。月光皎洁，文佳，你叮了当啷敲了有一个月了吧？这才刚开始呢。别催他了，你们越催啊，他越错。许康不是很好啊？那许康今天晚上录不完，食堂关门了，你请大家吃饭。好啊，哎，我请所有人吃饭，一起来啊。好了。有风吹过的触感在十字路口徘徊，我以为终于不怕说再见，这么近那么远，走在世界的后面，我满手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，这么近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点，月光星辰，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房子。这么近那么远，走在世界的后面，我埋首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现实和梦境相点，月光皎洁，水云光线，也许只是一个人的